好看的球赛千百场，最稳的单就在我这里。大家好，我是有球必应的篮球小馆长，今天带来 NBA 分析，马刺对战湖人。马刺昨日客场对战尼克斯，从首节便确立了两位数的领先优势，最终以1-11-1-4轻取对手，结束8连败。目前6胜11负，排在西部第11的位置。客场湖人昨日以109-108险胜灰熊，在豪取7连胜的同时送对手3连败。詹姆斯此役迎来了2项里程碑，篮板突破了9000个大关，抢断方面升至榜位第14，目前球队排名第1的位置。本场比赛他就客让5分，考虑湖人一直都是一个有弹性的队伍，球友们也一向推荐湖人，本场推荐湖人-5。今日赛事就到这里啦，考虑临场数据还会有变化，想要获取更多推荐的老铁们，可加我的微信足球678，你有赛事我来分析，加群索取名单，进群一起讨论吧。